啲乜嘢？睇到少女，系啦，妈妈睇到少女，女女就睇到巫婆，系嘛？啊，原来咧，首先咧，我谂咧，响睇到呢一啲嘅图片之前咧，我要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哋咧系影音小团人生热线中心，我系中心嘅主管，可以叫我做司徒。是我是人生熱線的輔導員，我叫黃河，中國那條黃河好好記的。是啦，原來呢，今天呢我們帶大家去看這些圖畫呢，很想呢去告訴你，在這些圖畫的背後呢有些心理因素，我想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。好啊，咁啊，原來根據心理專家講啊，如果你心情好啲，或者你嘅心理壓力少啲咧，你傾向睇到嘅係少女、美女多啲嘅喎。但係如果你心情唔係咁好，如果你嘅心理壓力比較強咧，你會傾向睇到巫婆。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心理入邊嘅狀況嘅投射嚟㗎。好，咁我先。